媳妇儿，我美达呀，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给你补补身体，你就出来喝一口呗，啊？媳妇儿，我觉得这样啊，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你没必要跟这个鸡也生气，是不是？我已经把这只青春靓丽的小母鸡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了，你要再不吃它，你说它的牺牲毫无意义啊。 另外一个媳妇儿，你出来看一眼，我已经听从了三舅的谆谆教诲，我这头发已经耷拉下来了。再说，老公确实知道错了，媳妇儿，媳妇儿，我小姨喝不了，他让人赶紧端走，他闻着这味就想吐。想吐啊？那行，那我走了。姨父，我知道小姨想吃什么。啊。 姨夫，您慢点儿。姨夫没事儿啊，你给我罩着点儿，这。你把梯子踩塌了。踩什么他踩塌了？你姨夫，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哎，你别光罩着，帮我盯着点，看没来人。嗯。哎，喂。姨夫，你也太狠了，你。 这样了，你也不说过来看看我，啊，媳妇儿，媳妇儿，谁都别劝我，我告诉你，尤其是你三舅，你少忽悠我。那大粪也能闻出咖啡味儿，你今天你就是闻出牛奶味儿了，我也不信了。你就不让杨林出来见我，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绝食，我把我自己饿死，到时候出事看咋整，什么玩意儿？那你就饿死吧。哎呀，老婆，你可是终于肯见我了，媳妇儿。我笑死了。哎呀，宝贝儿啊，爸爸终于找到你了啊！ 爸爸想死你们了，啊，宝贝儿，宝贝儿能听着爸爸说话吗？啊，跟爸爸说一句。小姨，外面有人找你。你们两个一会儿热情点，听见没有？你别老挡个脸，我又不是叫你来打架，我又什么都没认识。啊，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哎，那还有一个，哦，好多。小姨就是他找你。谁呀？谁呀？啊？呀，李总。杨林。 这玩意儿，这，哦，哎哎哎哎，对，别动手，你干嘛呀？怎么着，你也算是个男的了，动手动脚嘛？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怎么不能找这儿来呀？哎，郭先生，看来你在这儿的生活不是很如意呀？啊，怎么不如意了？我老婆孩子在这儿，我要多如意有多如意，关你什么事儿啊？哎，杨林，你这个造型挺漂亮的啊！你看，就现在这个感觉，是不是？ 我把它拍成一张漂亮的照片，作为你新专辑的封面。新专辑？杨林，我希望咱们可以继续合作。继续？继续合什么作？我老婆现在大着肚子跟你继续合什么作呀？她现在得养身体。郭先生，你可以小点声吗？我如果是你，我是不会让我的老婆挺着大肚子站在这里跟别人讲话的。那坐会儿吧。李总，你坐。嗯。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没事。 什么？没事。节奏。杨林啊，我是这么想的，在你怀孕这个期间，我们先为你下一张专辑做准备。一旦你生完孩子，那么这张专辑将变成你的复出作品。不是，不是你们说的，我老婆要。 公布他的婚姻状况，那就没市场了吗？抱歉，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你那天说完那一番话，歌迷的反响非常的强烈，发来了很多的 email， 然后打电话写信，都说喜欢你的真性情，说你活得非常非常的真实。那么，歌迷呢都想再见到你，再听到你那真切的歌声，这不吗？ 我带着广大歌迷殷切的希望来了。
来找你来了。杨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今天就把合同重新签了。合同？李总，付出这事儿我没想过。喂，杨丽，你不是说唱歌是你一生中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吗？是不是啊？嗯。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想唱歌了呢？我觉得现阶段对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跟我老公一起来迎接我们宝宝的到来，所以这事儿。老婆，我相信咱们的孩子一定想看到他妈妈在台上唱歌时候的样子，等他将来长大了，他也一定会为自己有一个明星妈妈而感到骄傲的，老公也感到骄傲。你这么看着我吗？太好了，说的太好了，郭先生，难得你这么支持杨林。就冲着你的这番话，我也爷们儿一次。杨林，之前你住的那个公寓，我们公司送给你了，好不好？然后我们给你打造一个全新的付出计划，我在国内给你寻找最顶尖级的音乐制作人，给你打造一个全新的专辑，全新的形象。说，我制作人不是宁哥吗？对啊，老宁呢？他怎么不来？他干嘛去了？哎呀，听我说完。不是我不让老宁当你的制作人了，是因为老宁现在自己都忙不过来呢，他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也要重新付出了。来吧，都别吃了，咱们走啊，咱们四个当爹的，哥几个一醉方休。慢点，哥几个，不要，我喝，我喝，哎，就一口啊，就一口。好了，我说老刘啊，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把它说出来。你怎么光喝酒管什么用啊？就是啊，叔，我跟你说，就我跟我媳妇闹别扭那阵儿，我恨不得天天泡那酒缸里边。可是问题解决不了啊，不能因为你喝醉了伤心就没了，是不是？要我说，您干脆就跟阿姨表白。老袁，出卖我？没，我可没有。那就是你，臭小子。爸，就您那点心思还用出卖吗？地球人都知道。是，你们都幸福着呢，剩下我这个孤家寡人，你们就看笑话吧。哎呀，行了，别喝了。怎么着？笑话都让你们看了，陪我喝口酒都不行？爸，胖子刚才说的对，喝酒解决不了问题，你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分析分析，为什么您追了妈这么多年，她硬是不跟您复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我。叔，凭我对向红的了解，她对你那是有感情的。不是老刘，你自个儿好好想想，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没解开的结。我跟你说，老袁，我刘伟东拍着胸脯向你保证，这么几十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向红的事儿。除了，嘿，这段我们想听。爸，那是谁呀？谁呀？不是谁呀？我们那时候结婚穷，没给你妈办婚礼，连个戒指都没给她买。这不算什么。我跟王海燕结婚的时候，那也没办婚礼，这戒指还是小凡他姥姥送的呢。大金溜子怕丢了，到今儿都没舍得戴。爸，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玩意儿，您忘了，我跟若男也没办过婚礼啊。我忘了，忘不了。你臭小子，誓言淡淡的给我说，爸，等我跟那谁的奶奶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夏威夷。这孩子都生了，婚差点都离了。你也没给我闺女办这婚礼呢，哎，这个事儿咱们得问问大伟。大伟，你对这个有经验？哎，别说，我不瞒您说呀，我跟杨林也
的吧？我们俩那时候没钱，那房子都是我妈出钱买的。后来杨林实在过意不去，死活不肯再让我们拿钱办婚礼，没办。哦，你们也没办，那我心里平衡点儿。不，爸，您就是自己感觉，妈到底是想跟您复婚还是不想跟您复婚？当然想了，要不是你妈吊着我，我能苦等她20年？这不就得了？这妈也是吊着您20多年，为什么不跟您复婚啊？还是您没做到？没做到啊？月嫂，你得把话说明白点。叔叔现在这脑子不好使。这么说吧，咱们都是老爷们儿，都追过女人对吧？追女人什么最重要？真心实意啊，恒心，花言巧语。错，是死缠烂打，死皮赖脸。你们想想，我什么时候在我们家南哥面前要过脸呀？来，张嘴照一下啊啊！好好行，挺好的啊。你乐什么呀？看你爸那样。你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爸怎么突然就想不开了呢？他哪是突然想不开呀？他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这爸就属于那种永远把悲伤留给自己的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拍婚纱照，他们俩能复婚这事儿没戏。怎么没戏啊？他们要是拍结婚照就能复婚了，那早好了。你得这么想啊，妈要是同意跟爸拍婚纱照，那他就相当于同意复婚啊。所以嘛，他们压根儿连拍婚纱照都不会去。那你就这样。行吧，嫂子。啊？不行啊！这有什么不行啊？肯定不行。你到时候就看你老公的实力了。好的，好的，很好啊。你牙齿有点蛀是不是啊？我不照，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肿的，不好看。你肿什么肿，老婆？你也太小瞧你自己了。你在我眼里啊，永远就是那个那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那个，你看着没有？那个啊，就是不想照。你说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干嘛非得大肚子的时候照呀？这多与众不同啊！啊，你想想，这最关键，这回咱们照相的人多，那个可以团购，特便宜，不照白不照。实在不行，你让老公陪你一块儿，咱们两个大肚子一块儿照，行吧？谁去呀？那么大岁数来照婚纱，丢死人了！要去你去，我才不去呢。这有什么丢人现眼？人现在好多老年人都照这种婚纱照。谁是老年人了？就这腿，老年人？你来试试。你才是老年人。啊，对对对对，咱们是中年人，哎，那更得照了，留下咱们恩爱的倩影。哎呀，去去去，这跟你儿子学的吧？说话就没个正经，这可是正经事儿啊！再者说了，人家是人多能打折啊，能打折呀？啊，打几折呀？说是买三送一，咱们就是送的那个，那不照白不照，送的呀？啊，嘿，那行啊，哇，哎，你怎么了这是？增加运动量，减肥，不是好穿婚纱吗？嘿，婚纱照，我跟谁拍啊？跟我呀，从小到大咱俩也没怎么合过影，对吧？不得趁这会儿多补几张啊？那倒也是，我们是没拍过几张照片。所以嘛，这回正好我看到婚纱店搞活动，我就订了一套餐，专门针对母女的。人拍婚纱照不都是结婚才拍吗？还有拍母女的，不懂了吧？现在特别流行，我还带着小女呢，咱们仨一块拍啊。行，好啊。你爸不会去吧？我爸去干嘛呀？咱们仨拍。那行。什么味儿啊？哎呦，完了！我看你看。哎呦，那还能吃吗？
意思啊，这个。不是说拍照吗？对呀、啊，怎么不算是呢？在这幸福的时刻，四位新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他们面带微笑，心存幸福，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呀！乡亲们，哎呦我去！经常在农村组织这样的婚礼，习惯了。哎，好，四位女士请上台，转过身来面向所有的朋友们、乡亲们。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我呢叫杨满山。我呀，基于和这里边有三位女士的特殊关系，所以邀请我既当证婚人又当主持人。下面有请三位新郎。当年咱们结婚的时候，正赶上我在山区支教，也没给你办个像样的婚礼。这一晃都30年了，这30年来你天天抱怨我，嫌我没出息，可是你从来没离开过我。你爱我，我知道。老婆，我也爱你。老婆，我郭伟达郑重承诺，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全心全意伺候你和孩子。你要是生个儿子，我和儿子保护你；你要是生个女儿，我保护你们娘俩，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咽下最后一口气儿。抢我台词了，滚！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媳妇儿，胖子把我词儿给说了，我先编点。不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知道你喜欢事业有成的男人，但是如果说按事业有成来衡量这个成功的标准的话，我现在边儿都沾不上。但如果中央台的记者要采访我，问我幸福不，媳妇儿，我太幸福了，家人都健康，老婆孩子热炕头，最重要的是老天爷把你赐给了我。我觉得用完美来形容你吧，我都觉得这词儿不是特别恰当，因为你比完美还完美。你是时不时的跟我发点小脾气，但是我特别受用，特别享受。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愿意一辈子虐待我吗？你想吗？当然想了，凭什么听你的？这么多人看着呢，你给点面子啊！宝宝，来接花。好，接下来还有一名男士，款款地向我们走来，他步履沉稳，但内心饱野，而且激动。太严肃了，太庄重了。向红，你是我的初恋，也是我一辈子唯一喜欢的女人。命运让我们相识、相知、相恋，也因为彼此的错误而分离。我们分离了20年，我整整后悔了20年。向红，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照顾你，爱护你一辈子。求你再嫁给我一次吧。
我会让你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吧。那个，我说两句啊。一般那个结婚典礼啊，那个电影电视里头演到这个时候都是男主人公亲女主人公，但是咱们这次能不能反过来，女主人公彪悍一次啊？我今天也要说一回，这日子没法过了。签吧。每次都拿离婚说事儿，你会不会点别的呀？起先我是不是很喜欢这角色？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对老公太凶了。对，可能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比较甜蜜呀、啊，那种腻味的那种恋爱状态，可能这部戏里比较少一点。所以呢，我刚开始不太理解，后来大先生给了我很多安慰，他说，怀孕中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他说挺好的，他说很真实。然后我就尝试着慢慢的去感受，然后后来我发现，哎，这样可能也是一种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到那个阶段是不是会跟我一样。我应该说是第一次演这样的一个。渐渐的暖男的角色差距挺大的，生活当中绝没有他这么贱。你当不了父亲，你负不了责任，我不想让孩子受苦。你要是敢走，我跳下去，你信不信？不跳你是孙子。刘若男，我觉得，这么暴躁，我生活中还真没见过。家庭暴力啊！滚回家去！谁不理谁孙子，你也说到做到。我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稍微的在某些事情上会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我老婆没有像戏中的那个袁浩凡他媳妇儿那么厉害那么强势。我比较喜欢胖子的那角色，就是对老婆是那种就是一切皆可抛，就是为老婆而生的这种。不管用多少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老公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永远做你最忠实的粉丝。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梦想。郭伟达怎么说呢？当然那个作为演员自身，我跟这个人物身上还有一些通的地方，但是说你说完全一样是不太可能的。郭伟达他的那种对待生活呀，包括对待事业那种小狡猾那种东西，我觉得郭伟达比我狡猾。哎，你还记着上半年咱公司进过一批电水壶吗？咱俩这就叫对份儿了吧？哎，差不多那意思。哎，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以后您再有这种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记住了啊，我叫曹查理。现实生活中，我跟我太太之间，其实我们两个人给彼此的空间都特别大，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做演员这个职业的，能够充分的信任、充分的理解吧，充分的尊重。包括他有工作的时候，我会经常去探班啊。包括我有工作的时候，他也会经常来看我。就即使不能够到现场来看嘞，我们俩几乎是保持每天2到3个电话吧。我觉得夫妻之间这种正常的情感沟通、这种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你现在是不是特烦我呀？特不想见着我？你这么的，走。嗯。跟郭伟达的这种呢，其实我们两个缺乏沟通，缺乏沟通才会造成一些误会，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但是就是因为两个人这种可能都想对对方好，但是就是使劲使差了，所以他可能到最后弄下来的就是两个人的一些误解。我理想中的老公啊，就是能互相体谅，互相迁就，不要在意我的一些小脾气、小缺点，能一直拉着我的手，不管走到哪儿，我比较享受那个过程。
说实话，我前几年是不太喜欢孩子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是可能最近年纪大了，就是特别是当我在这部戏中看到核桃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就是一种母爱，虽然不是我生的，但是我觉得就这种你看到他就是满眼流露出来的那种爱，那种喜悦就是掩饰不了，就顺其自然吧。如果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的话，我估计我也就会去选择当妈妈呀。但我现在说怎么那么别扭，因为没到那一步，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当妈妈都是看别人当妈妈，身边的朋友。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聊一次。早着呢，我们俩还小着呢。我觉得那个还没有充分做好准备吧，不敢说所有吧，80%吧，男人在没有孩子之前的自己都是个孩子，所以我不敢想象我以后会怎么带孩子。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必须得保留我这个250的性格。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都非常向往当父亲的这个身份吧。当父亲是一个就是逐渐进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阿妈，真想替你疼。阿妈，要实在疼得受不了，要不咬我一口。对，生活当中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生之前一个月，然后生完坐月子这个阶段，我都一直陪着，跟那个戏中那个袁耀凡的那个过程是差不多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从那个我一点点观察，也陪他们一块走过来的，包括他们各自的爱人怀孕的时候，那过程当中，我看着我都害怕，都瘆得慌，你知道吗？我天哪，就是那个怀孕期，可能他会特别暴躁，就什么样类型都有，有的就不讲理，然后你要是看不见，你老公就心特别躁，特别急。男人作为丈夫，连老婆一点脾气都受不了，女人生孩子受多大罪啊？那叫你们忍受一点孕妇的脾气，就成了大事了。那行，你们生，我们受着。怀孕对女人来说确实很痛苦，因为我自己走过来的嘛，我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对你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恐惧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他产生什么样的心情，作为老公来讲要无条件的接受，而且要无条件的去想办法去化解，去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你去抱怨，因为生孩子真的是对女人来说九死一生。就当女人在怀孕生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男人一定要负责。我觉得这时候男人千万不要去有一点的什么那种自尊心的什么都不要了。袁小凡到。袁小凡到。袁小凡到。即将成为妈妈的还有准备成为妈妈的这些女孩，都希望自己的老公是袁小凡那样的，去包容老婆，去为你的老婆做一切。就袁小凡那个，我觉得太完美了。就是要迁就，但是不能无条件，因为就比如说医生说的这些东西，就真的媳妇儿不愿意，你得帮助她去执行。医生不让干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就是丈夫是坚决不能让妻子做。这个除此之外，我觉得该迁就迁就吧，因为这个它不是任性，它那个阶段它确实是女性荷尔蒙分泌旺盛，都说嘛，这10个月是让妻子做女王。可能我骨子里更传统一点吧，但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男人都希望，老婆是老婆，老婆还是能够在家里边能成为一个伴儿的人。如果说自己的老婆让她出去，就是这种事业型的，反正是我是有点，怎么说呢，没遇上吧，遇上了可能也不会走这么长，可能也是。那多好啊，你去忙，我在家吃香的喝辣的，那有什么不好啊，我很接受啊。最好把全部男的不对，是我在外面忙。不对，那就不接受了。
最好就是男的出去干活挣钱，女的在家享受，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你说他现在这样是没问题，但再过几年他跟社会脱节了，那时候他想工作有人用的吗？你想让我出去找工作，你想让我出人头地，但是我成为不了你想的那种人。不是我想，是你必须成为。你老公我天生就只是一条会松土的虫。其实刘楠也不是不讲道理，他就是望夫成龙的这个想法，就是应该是可能每个妻子都会有的，就是她太希望这个她老公怎么样。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两个人分工不同嘛。本来这个刘若男他已经在事业上比较强势了，然后真的如果要是这个于安小凡也走出去，也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的话，那谁来管孩子，谁来照顾家呢？我也奉劝这个现在的年轻夫妇，真的至少要有一个人，就如果你们想要孩子的话，至少有一个人要把重心放在家里多一点。男与女之间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两个各一半，然后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要以外为主，一个以内为主。可能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可能男主外多一点。如果女人就在外边会挣钱比男人多，会做得更好，在社会上各方面的能力更强，那为什么不让这个家变得更好呢？从我现阶段来说的话，我可能更希望是男主外一些。只是如果有一天太太工作方方面面她走到台前了，然后需要我推到幕后的话，那也有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没有绝对。首先人活着是要活自己快乐的那种方式，那么我觉得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只能说我自己，我不能说所有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是一定要有孩子的，而且不应该只有一个。如果是男孩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可能会比较严厉的一个父亲吧。如果是女孩的话，那我得惯死的，我得。人都说女孩是父亲上一世的情人吗？是姑娘好啊，姑娘是妈妈的小棉袄，是爸爸的小情人。你想想啊，咱要生个姑娘的话，以后就我伺候你们娘俩；要生个儿子的话，就我们爷俩照顾你一辈子。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做错事儿的时候，自己要去就是装那个严厉，但是孩子很聪明。最近我的孩子会经常说，就是会逗我笑，我在那儿装严厉的时候，他就会逗我笑，然后还真的有笑场的时候。要说当公公当爷爷，真是从心里边有点甜蜜，这种生活真想要让儿子给我找个儿媳妇儿，给我生个孙男孙女都无所谓。就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呢，正好我自己也添了一个宝贝孙女儿。人家说这个天伦之乐，没有当到奶奶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你感受不到。然后你当了奶奶以后啊，真的你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幸福。你看我们家那个宝宝，我那乖孙女儿，然后呢整天就喜欢看我这个给她跳舞啊唱歌呀，她特别开心。人整个平和了吧，然后生活节奏慢很多。他好像不太明显，这方面我好像感觉比较明显。以前是一个就是就挺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一种状态，然后有时候有点什么火，然后就随口就说出来了。然后得知道他怀孕之后的反应，就是每天就憋着自己，然后就他要有什么比如说矛盾啊之类的，然后也不敢发了，然后就经常是。
然后如果生一个男孩的话，我们预产期可能是金牛座，金牛座加上一个男孩可能跟我特别不对脾气。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其实对孩子的要求。